雅虎日本的运营公司 C 控股公司与日本最大移动社交网络服务商 LINE 18日宣布，双方已就合并事宜达成基本一致，拟于今年12月签署最终协议，并在2020年10月前完成合并。雅虎日本是日本最大门户网站，除了提供搜索、新闻、电子邮件等服务，还开展网购、移动支付和拍卖等业务，目前在日本拥有约5000万用户。 LINE 与中国的微信相似，其聊天软件在日本社交软件领域占有压倒性份额，拥有约8000万用户。雅虎日本和 LINE 在日本的网购、移动支付等领域互为竞争对手，特别是自去年以来，双方为了在移动支付领域抢占先机，竞相推出各种优惠活动吸引用户，展开角逐。据悉，雅虎日本与 LINE 完成合并之后，将拥有过亿用户，主要业务将聚焦于人工智能、电子商务、互联网金融、移动支付等领域。